妈咪也在，妈妈也睡着了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哎，很累的，好不好？你躺床上，他们只能趴在病床旁边呢。那不能一起躺在床上。不行啊，那没有。那他没有椅子哦。有啊，有椅子。可以躺在椅子上啊。没有啊，你这急诊室没那么多、哦。那他一定是没当过兵。哔哔哔，吐吐吐。安乐，你安乐了，那你先出去吧。